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亚洲之星。那么在礼拜五，我知道全市场所有的焦点一定放在苹果新机 iPhone X 的一个预购。那么苹果 iPhone X 的一个预购会影响到什么？当然还是最缺货的 3D 感测，因为 3D 感测在这一次造成苹果 iPhone X 它的一个量产的部分并没有这么顺利，这个缺货的现象可能会延续到明年第一季。你说我们在礼拜三礼拜四我盘中测标前两天告诉大家 3D 感测这种缺货股会大爆发，会进入主升段，结果礼拜四呢 3D 感测的缺货个股礼拜四攻上涨停板。那么这些都是题外话了，其实回到重点，你看到大盘指数台积电一震荡，外资控制台积电呢，控制大盘指数方向，但是很多个股很多内资股票节奏是完全不一样。比方说到礼拜四为止，大盘指数从九月初以来到现在，大盘指数是涨的哦，可是很多苹果股，叶城跌了100多块，玉金光跌了200多块，那个幅度怎么会跌这么大呢？可曾跌30%，玉金光跌40%，跌得稀里哗啦的，根本不像大盘指数还在10700点以上的位置。最重要的观点真的在选股，高档的股票该避开风险的我带你避开风险，同时甚至可以做一个放空的我还带你做放空。那跌下来以后，我不是叫你追空啊，不是跌了30%跌了40%才叫你去追空，相反在礼拜四，来你先看我的测标，我说大满贯再转攻，什么意思？礼拜四我把许多高档的高价位股票放空跌下来的5档个股做获利回补，5档高价位的股票做获利回补，我待会给你做分析跟追踪。那么这5档高价股跌下来，跌了40块、50块，甚至到200多块，跌下来，你说可不可以补？当然可以补。补了以后，我要目的是什么？不是说大盘指数不会跌啊，不是这么看。大盘指数还没有跌的时候，这些个股已经跌得稀里哗啦的。我的目的是，我发现有更好的标的，就像礼拜三礼拜四我告诉你缺货股，这些缺货股的 3D 感测主轴，我们要复制矽晶圆的成功模式，这样子不是很好吗？矽晶圆从去年10月份开始发动，台盛科30-40块的价格，环球金70-80块的价格，一路涨一路涨，涨上来涨了3倍，涨了4倍，如果再回到从前，回到它的起涨区，你说你要不要？你说你当然要了。问题是时间不能倒流，我们能够做的是我们再找一个类似像矽晶圆这种缺货题材的效应个股，股价又在低档刚开始发动，又是你能够买得起，如果可以买很多的股票，这样子不是很好吗？请问我说这些主轴，台盛科再回到30-40块，去年第四季10月份开始发动，你会不会买？你说当然会嘛。但是我也告诉你，涨了3倍多上来，我一张不留，不会建议你再去做追加。同样的，环球金从70-80块开始一路涨上来，涨了多少？4.3倍。我们能够带着你低档去做进场，甚至高档类似像玉金光类似像叶城带你去避开放空，我有没有这能力再找下一档再转攻的标的啊？我这几天我一直告诉大家 3D 感测 3D 感测，结果礼拜三大涨创上周的新高，结果礼拜四攻上涨停板，收盘涨停板，很难吗？一次一次验证给你看，包含了台盛科去年10月份的时候，是不是带着大家在这个地方去做切入？结果呢，第四季70-80块的台盛环球金，30-40块的台盛科
一路真的大涨上来。那现在我再复制一次矽晶圆的成功模式，你会说马老师，真的还有这种大成长缺货的，会有一个大爆发力的股票吗？从上一次演讲会场上，甚至这一个礼拜，我一直跟你预告，跟你预告 3D 感测有没有？五年要大增20倍，五年要大增20倍。如果今年的量还不到5000万套，只有4000、3000的话，那成长幅度是25倍、30倍以上。马老师，你很想知道说，真的有这种条件，真的有这种个股吗？你会怀疑很正常，是因为过去这2年时间里面，大盘从8000点涨到10798点，很多股票没有涨，外资就是拉40几档的苹果股，结果我这几天我一直跟你说逢低买，逢低买，有没有？未来的 3D 感测，它不是只有手机的人脸辨识，它还包含了手势控制，这可以用在哪里？游戏机，脸部辨识可以放在这个属于支付宝，有没有这种电子支付的锁码开机的 AR VR 虚拟实境扩增实境，甚至连无人机都可以利用 3D 感测，这个很像电影情节啊。过去你看过很多很多的电影，那种高科技化，哇，可以把人的人脸一下扫出来3万多个红色的点，然后呢去做高低的脸部判断。这种高科技已经不是什么好像要千万级的设备了，几万块一只手机就有这种能力。这就是 3D 感测，这种 3D 感测的爆发力，我讲了几天你都看到了，我一直跟你讲逢低买，逢低买，有没有？逢低买，逢低买，结果呢？礼拜三创上周新高，礼拜四真的攻上涨停板。很多好友，我的 Lite 好几千位好友，在礼拜三、礼拜四，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人呐。我说更重要、更精彩的还在礼拜六。礼拜六我会把这些故事分享给大家，背后的故事是它的一个主升段。它的主升段应用跟爆发力会在什么时间出现？想不想知道？要不要跟上这个机会？不要说一定要等到礼拜六啊，礼拜五即使在这个时间点，你看到它的股价还没有关门之前，都可以把握机会。就像在9月初的时候，大家认为说，哇，指数外资一直拉指数，指数没有下来。可是，在9月初，我一直跟各位讲，苹果股高档先避开，要放空。玉金光579块，9月5号、9月6号有没有？9月8号、9月5号、6号、8号是什么价位点？来，你看在这里，9月份，9月5号、6号、8号，结果呢？这一段。玉金光暴跌260块，是不是暴跌260块？这一段在礼拜四的时候，从596跌到336，我在344块附近回补，平盘上344块附近回补。这个不是3张的差价，是1张。如果把579、567、540块这3个加起来，几乎要乘以3呢，可不可怕？我不是说告诉你这个地方，哇，已经玉金光大跌了40%，再叫诉你赶快追空，绝对不是。在周六我还会跟你分享续集，它的故事其实后面还有续集。这续集是什么？我不是叫你追空它。怎么样来把握机会？我知道这一次很多投资朋友550、500、450、400，甚至连350块，前面高档套牢的那些分析一直叫你去买买买，买到现在礼拜四最低336，
我空单获利回补。差别是什么？我不是跟你强调说我一张赚多少啊，我要强调是我的动作有没有带进带出，高档带你放空，低档带你回补。不是只有一档哦，礼拜四五档个股，我先把它的一个空单先做回补，原因是我看到更好的标的。之前408块的群联放空，礼拜四回来351.5块附近回补，56.5块的价差，十张差多少你自己算。神盾289块的空单放空的单子，289块跌下来，礼拜四243.5块附近回补，差了45块，甚至包含景德407块跌下来，还不是最高点哦，这个地方407块跌下来，356块附近做回补，差了50几块，十张差多少？甚至很多投资朋友都有业成，364块、358.5块，我带你做避险放空，结果这一波跌下来，从364一笔就好，跌到276块附近回补，88块。为什么我把这些高价股先做回补？当大盘指数还是在高档，还算是强势整理的时候，这些个股跌了稀里哗啦，40块、50块、100块、200块，玉金光跌了40%。谁是大赢家？市场上能够做到这个地方，去年抓到矽晶圆，这一次9月初抓到苹果股的高档，我带你避开。那接下来最重要的，我说新苹果 iPhone X 新机上市之后，法人估计有新苹果明年 EPS 会成长2倍，会成长2倍。你说我们把空单回补之后去买苹果新机的受惠股，法人预估明年 EPS 可以成长2倍， EPS 可以成长2倍，压回来盘下可不可以买？我甚至还跟你预告礼拜五还会有一次机会压回来，压回来是买点，要不要把握？我因为我知道说这些看好的标的个股，在整个 iPhone X 苹果新手机开始预购，开始下礼拜要上市了，我选择的标的高档的玉金光，高档的叶城，礼拜四跌下来回补，然后压回来去买苹果新机大成长的标的，不是很好吗？这些观点就好像我们锁定的 3D 受惠股，上礼拜一路告诉你逢低买逢低买，礼拜四拉到涨停板，是不是大底开始发动攻击？我们不是现在才讲，这几天我一直告诉你逢低买逢低买，结果真的礼拜三大涨，礼拜四涨停板，那礼拜五呢会不会再创新高？会涨到哪里？礼拜五有震荡的时候，什么价位可以买？这都需要专业的，我不要你猜，我也不要你替我会员抬轿，你要就直接跟上我的资讯，或者把握礼拜六我会到中南部去跟大家一起分享，把握中场的机会，马上回来。成家让我变成一家之主，从此一切以家人为主。欧洲年度最佳 MPV Citroen Grand C4 Picasso。Citroen。马老师免费讲座 ，iPhone X 上市前最佳机会才10月28日星期六上午10点到12点，台中福泰捷止商旅；下午3点到5点，高雄西子湾饭店。咨询专线02-2578-3777。马老师免费讲座 iPhone X 上市前最佳机会才10月28日星期六上午10点到12点，台中福泰捷止商旅；下午3点到5点，高雄西子湾饭店。咨询专线02-2578-3777。
筹码面，今年二十余年实战经验，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集中三档个股操作，专做主升段发动点，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亚洲投顾最佳选择，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2578-3777，02-2578-3777。讲座 iPhone X 上市前最佳机会才10月28日星期六上午10点到12点，台中福泰截止商旅，下午3点到5点高雄西子湾饭店，咨询专线02-2578-3777。马老师免费讲座 iPhone X 上市前最佳机会才10月28日星期六上午10点到12点，台中福泰截止商旅，下午3点到5点高雄西子湾饭店，咨询专线02-2578-3777。好吃，沾光光，荆棘的芳香，沾光的快感，爱之味沾光荆棘香醋酱。大户主力在哪里？主力筹码分析软体法拉利赢家能清楚掌握大户主力筹码，让你用最简单的方法跟着主力进出股市，轻松赚钱。赶快上网查询近日主力动向。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欢迎回到亚洲之星。那么上一段我直接讲很明白，在礼拜四我把五档高价股大跌一大段下来的先做回补，大满贯之后再去攻，复制矽晶圆成功的模式。我讲不是一天了，讲了将近快一个礼拜，上礼拜到现在，你真的都看到礼拜三创上周的高点，礼拜四再攻上涨停板，那礼拜五的震荡怎么样操作？盘中震荡有压回的时候，什么价位可以买？会涨到哪里？这才是你真的需要的一个知道啊。那关键重点，很多业绩好股票你根本不用担心指数的震荡，而是价位点有没有回来好价位让你做低接。比方说我昨天跟各位讲的九月营收创历史新高哦，第四季还会再创历史新高，礼拜三的尾盘买了以后稍微拉上去，礼拜四还有盘下可以买，礼拜四收盘又涨了一毛。这种营收大成长还会继续成长的，可不可以买？谁能够告诉你？很多投资朋友都知道说，其实很多股票也希望真的就是买下去，参加一年的会期，一年以后股价大涨一大段，涨个3成、5成、1倍以上是最好。但是要怎么样复制这个模式？去年10月份我带你锁定矽晶圆，今年9月份我还特别告诉你苹果股高档要避开要放空，结果真的大跌下来，玉金光跌40%，你又看到了。那么玉金光我礼拜四把它回补以后，我告诉你我们再去转进第一档刚起涨，除了 3D 感测还有新苹果受惠股，明年业绩会大爆发。谁能够告诉你？我们一次一次的做给大家看。去年我们锁定矽晶圆，10月份，台盛科环球晶回到30-40块的台盛科，70-80块的环球晶，你回头一看，去年30-40块的台盛科，去年70-80块的环球晶一路涨。涨到372.5块，4倍。台盛科涨了3倍，环球晶涨了4倍，涨3倍涨4倍才叫你去买，是不是有台叫出货的嫌疑？我反而告诉你，台盛科环球晶我空单多单这两档矽晶圆的我一张都不留，空单礼拜五呢也回补5档，我们要把资金集中是做什么？买进新苹果的受惠股，
新苹果的受惠股，甚至 3D 感测的受惠股，你说这个族群有没有机会，有没有爆发力，谁的专业能够帮助大家？这个观点最简单的，你绝对认同的 3D 感测未来五年不止20倍，因为今年的机器可能会只有4000万套、3000万套，未来25倍、30倍。这个产业既然这么大的成长，那后面的故事呢？要怎么样来把握这个机会？绝对不是说看到礼拜四涨停板我才发讯息跟各位讲赶快去追涨停，那不是我的 style 啊，那不是我的专长。我说在礼拜四之前，我们玉金光9月5号579块放空，有没有？到礼拜四回下来这一段40%，我不是强调说我们一张赚了23万5，而是说这一段从579跌下来这一段40%，我们有带你放空，也有带你回补。礼拜四的盘中，几千位的 Line 8好友，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人。我盘中就跟大家分享，该回补的补起来。我不是说大跌40%以后叫你继续的去追空它，因为我看到更好的标的。什么样更好的标的？新苹果股明年可以获利成长2倍，两倍哦，这不是我估计的，法人报告已经出来说，法人估计可以成长2倍。同样的，苹果 iPhone X 最缺的 3D 感测，将来不是只有苹果，非屏阵营 Android 系统全部加入以后，那个爆发力有多强，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在礼拜四，我先把资金开始再集中、再转攻苹果新苹果的受惠股，是不是高档带你放空，跌下来200多块？如果说每一笔每一笔算的话，哎，那不止一笔耶，几乎还要乘以3耶。礼拜四回补玉金光，回补群联56.5块的价差，神盾45.5块的价差，甚至包含景德51块的价差，先做回补。还有叶城8月31号加入 MSCI 成分股，利多出尽，礼拜四回到276块，88块的价差做回补。回补的目的，我说过，我不是说看指数会冲上去新高点，跟指数无关。这一个半月的时间，大盘指数还是在涨的过程，这些股票你看到跌得稀里哗啦。你再看一次，叶城跌了88块，是不是跌了一大段？最低跌了100多块哦。景德高档跌下来也跌了一大段，有没有？神盾高档也跌了一大段下来，几十块。群联也真的跌了56块，甚至包含玉金光，来，最夸张的，大盘指数在这里，结果玉金光跌到40%，跌了40%，跌了200多块。你说我把这些资金，还包含矽晶圆、台盛科、环球的资金，我也告诉大家一张不留。把资金再复制成功的模式，再锁定矽晶圆、新苹果的大成长股、大爆发的个股，有没有机会？礼拜四压回盘下，法人估计这个新苹果的受惠个股，明年 EPS 成长2倍。明年 EPS 成长2倍，我不是叫你追价，礼拜五还有一次再压回的机会，礼拜五再压回来是一个大好买点。怎么样来掌握？怎么样来抓住这个机会？不要说，哎，这个行情在一震荡的时候你又慌了。该担心苹果股9月初的时候580、570、560，好多人叫你一路买一路买一路买，买到336，你完全受不了，跌了40%多。那么礼拜四我把玉金光、叶城把这些个股回补之后呢，我们锁定这种新苹果，明年 EPS 法人估计会成长2倍。你说有没有条件？股价10几块，又是几千张、几万张的大量，你绝对买得够、买得起。就像
上礼拜我们所说的，来，你看一次。上礼拜我们这几天一直带大家锁定3D 感测的受惠股，会缺货的受惠股，还记不记得？未来是用在支援 3D 手势控制，这个是游戏机吗？这个就是脸部辨识、支付宝还有锁码功能的辨识， VR AR 也可以用在游戏，也可以用在教育训练，还有像无人机都要用 3D 感测。我在礼拜三、礼拜四这些股价，我一直告诉大家，礼拜三股价创上一周的高点是什么价位？你看到那个上影线很长很长，上一周高点，礼拜三突破大涨，礼拜四更不用讲，拉升到涨停板。你看看礼拜四涨停板，是不是一根长红？会涨到哪里？礼拜五震荡的时候，什么价位可以买？这些 3D 感测的族群还有哪些个股？哪些是新苹果 iPhone X 新机的受惠股？这些个股的内容你都很想知道，怎么样跟上？最重要的，可以利用中场的资讯直接跟着我来做一个操作，甚至礼拜六我在台中、高雄会跟大家现场一起分享，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也祝大家操作顺利。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家庭主妇手艺要好 ，HCG 厨房五宝一样都不能少，超强活力又节能。大火炒菜味道好，油烟一点都跑不掉。租家唔加扣扣扫哦，碗盘洗好 ，My Spa 杀菌除臭卫生好。加租贵哥，奶奶 KC 辛苦放轻松。早咖五 HCG， 行行拢熟悉，厨房五宝 HCG。马老师免费讲座 ，iPhone X 上市前最佳机会才，10月28日星期六上午10点到12点，台中福泰捷止商旅；下午3点到5点，高雄西子湾饭店。咨询专线02-2578-3777。马老师免费讲座 ，iPhone X 上市前最佳机会才，10月28日星期六上午10点到12点，台中福泰捷止商旅；下午3点到5点，高雄西子湾饭店。咨询专线02-2578-3777。倒着喷也 OK， 我喷都发比啊！给我草本驱蚊系列，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今年20余年实战经验，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集中三档个股操作，专做主升段发动点，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亚洲投顾最佳选择，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2578-3777，02-2578-3777。最大，最大。最大爱连杯，爱滋味杯阿茶，少年馆，呱呱呱，只最大杯盖威。